田先生，拉开距离，小心埋伏。快，开路！山区，进去。白军，没有人。这八路军实在是太狡猾了，以后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擅自行动。嗨嗨，报告长官，我们太累了，能否休息？不行，这个时候在这儿休息。就如同像锅里被煮的鱼一样，所有人都停令，打起精神，一鼓作气消灭敌人。快，开路！快！集合在相对安全的地方，让他们原地待命。嘿，班长，这样下去我们损失大大的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加强警戒，继续前进。跟上。根据地不是应该在西面吗？班主，龙战海是不是在耍什么阴谋？村野、旧山，你们两个带一队人继续向南追击。嗨，快快点！其他的人跟我向西，开路！嗨嗨。估计冯国现在已经走远了。赵亮，你在这儿等会儿，战海会合之后赶上队伍。好，队长。战海，队长，怎么样？鬼子上当了吗？鬼子不傻，追到村南就停了，分了一拨人往这儿来。是啊，鬼子不是草包，很狡猾。不管怎么着，他们兵分两路，兵力势必减弱。这回就让他们看看咱们的厉害。没错，让这帮孙子等着瞧啊。队长，咱们损失也不小啊，子弹不多了，把子弹集中起来交给神枪手。对付鬼子还得需要咱们的土办法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能拖到天黑，咱们就能摆脱。走走走走，快走。
左藤山崎，你们两个去找些绳子来，这么高的山一定能用得上。哎，你给我等。走，快点走。啊，快点跟上。快跟上，快点。这就证明我们追击的方向是对的。没错，大家注意安全，继续前进。嗨嗨，大宝怎么样，脚没事了吧？啊，师傅没事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多大的苦都能吃是吧？好样的，来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师姐好了，我饿。咱那个菜饼子呢？我都给大耳朵吃了。哎，我的胃给狗蛋了。你就瞎说吧，啊，这么大个菜饼子，狗蛋能吃得完吗？来，听话，给铁头一点啊。哎呀，我的菜饼子没了。啊，没了就对了，我呀偷着给我的大耳朵吃了。你这话题呢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你干嘛呢？别打了，我打了，别打了，你俩别打了，没事吧？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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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计，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，在我们最疲惫的时候，也是敌人最艰难的时刻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松懈，继续前进。嗨，快！小鬼子，给我站住！柯南，快去柯南，柯南，快去柯南，快去柯南！啊！敌人果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，我们如此高强度的追击，虽然感觉到离他们只有一步之遥，但却始终追不上。嗯，大家都是同道中人，虽然各有千秋，照着这个方法追，肯定追不上。我们必须要翻过这座山崖，抢在敌人前面。走，嗨。
该上来了，怎么这么久还没露面？是啊，队长，我也觉得他们不该这么来。往山上撤，不能让石井抄了咱们的后路。快，走走！前进！前进！子弹！等鬼子靠近再打！大家警惕！ 再见！给我截了后路，动不到的危险。
功要紧，不能让鬼子再把船家捡回去。那这边有鬼子呢，集中火力，由子弹的掩护。大海、刘奎，你们救更姑，我留下，你走。好，刘奎，你就走，快，走，快，走。